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哦，出发了。有了有了，这是谁丢的暗器？准头这么差。战书，请缨，奇怪，这个人为什么要挑战我？难道说我的名声已响遍江湖，所以这人是慕名挑战我的？来看看上面究竟写些什么。啊，原来这琴音是那山贼恶霸头目的兄弟，这么大口气，难道不怕风大闪到舌头？哼，我就去会会这个琴音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倚仗，让他如此嚣张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去那个杨石坡。找那个秦什么的，秦什么的恶霸老大对决。波洛丁丁，心法是波洛陷阱，是我自己要去学的吗？可是我没看到波洛星，等等，为什么？可是我没看到波洛星星啊。装备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好，杨直播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去杨直播。来吧，你终于来了，还以为你吓得不敢来了。琴音，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本大爷就是琴音，你就是把我那兄弟关进牢里人。没错，他们作恶多端，老天也看不下去，派我来收拾他们。如今会有如此下场，一切是他们罪有应得。你胡说，分明是你与官府狼狈为奸，我兄弟怎么可能作恶多端？官府无能，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，若不是我兄弟他们劫富济贫，救助那些被官府迫害的人，如果不是我兄弟，有多少人会因为官府迫害而妻离子散，丧尽家财？这人难道不知道他这些兄弟都做些什么吗？这一切都是你，都是你与那些狗官有那阴谋诡计，将我兄弟关进牢里。我要送那些狗官去见阎王，将我的兄弟救出来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要先送你下地狱去死吧。哦，加派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可恶，是没有到很痛，你有到很痛，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。有机可乘，我没闪过。放马过来吧，我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听我呢，不想要动着的话就旁边溜达去。
可战，有心可战。哇！我踢飞。一品都大于不得，哦，痛！哦，那范围蛮大的。没打中，就让你看看我姑娘的厉害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接招吧，接招吧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接招吧，有机可乘。没闪过，痛。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手下留情。嗯，老爷爷，你为何要拦我？爷爷，你怎么会在这？爷爷，他是秦毅的爷爷。你这小兔崽子，当年竟为了逃婚，竟够逃家！爷爷，我，这爷孙也太旁若无人了吧？爷爷，当年的事是我错了，但现在都因为这个人诬陷我那些兄弟，害他们被关进大牢。爷爷，你不是说为了兄弟，两肋插刀在所不惜？如今我兄弟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拜托你帮我将那些兄弟从牢里救出来，到时我就跟你回去。你这个兔崽子，你还敢提起他们？你看看这些年你的好兄弟究竟就做了些什么。只见老爷爷从怀里拿出一叠通缉文案给秦英看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竟然……我哼，被人利用还不知道，几天又不是我来，我只怕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少侠，请你放了我这不孝子孙，这兔崽子因误交匪类遭受蒙蔽，如今才会犯下如此错事，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他，不会再让他犯错的。老爷爷，放过他不是不行，可是我该如何信你？秦文祥，我秦家庄秦文祥在此发誓，如果我孙子秦英再犯如今之错，我秦家庄今后断子绝孙。原来是秦老庄主，我柴作风有眼不是泰山，原谅我刚才的无意冒犯。无妨，我还给感谢少侠，不然我还不知何时才能找到这不孝子孙，而且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这孙子只怕会为那些败类犯下滔天大罪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秦家庄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秦老庄主不必客气，一切不过无意之举罢了。爷爷，你该不会……兔崽子，你闭嘴，这里没有你插嘴的余地。少侠，今日恩情实在无以回报，我只能传我秦家庄祖传武学以表心意，莫要推脱。好吧，晚辈在此谢过秦老庄主。少侠日后欢迎到秦家庄做客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恶霸首领。传送点哈，我们来学。那我们这时候再回去那个秦家庄看，秦家庄看一下。哎，装这个，然后武学。哦，这三个都学到了。哇，
整个党啊。那么这时候快转去那个洛阳，哎，是洛阳，对，应该是洛阳。啊，插播一下，一直给这个小孩子糖葫芦，就是处罚老妇人。这个洛阳这个地方，用不着打人吧？哎，可是也没东西啊。我会被 K 就对了。给小孩的话会被打，哦，就这样吗？我们找秦家宗族啊，找到了。啊，训。各地的消息，东华古道。哦。总理有这个人吗？好啦，其实是要弄腿法刚刚战斗就对了。 Go， 这里没有地图，哎，啊，这怎么大？要怎么找啊？死路。死路，哦，啊，老虎，怎么会有老虎？而且两只。雷击电讯，疾风迅雷。哇，好哦，嘿，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，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哇，这好好玩哦，可以跑成这样。破，蛮好玩的。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，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就让你瞧瞧破绽百出的。被断掉了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哦，不不不不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好痛哦。难道这家伙了吗？看我的。嘿，躲掉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出现了，你是何人？秦家庄跟你有何关系？为何会请你雷池腿法？二弟，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么没的消息，让我十分担心。抱歉，让大哥担心了。算了，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大哥，这位是，他为何会家传武学？这位少侠，他有恩于我们秦家庄，所以我强授千里雷子腿法以报答少侠的恩情。
这次是我请他与我来这里寻你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么刚刚有所得罪的话，还请少侠包涵。老先生客气了。刚才你使的千里雷石腿法，你的腿法应该所学不久吧？老先生果然厉害，一眼就看出来。没想到所学不久就将腿法使得炉火纯青，要不是一些细节，我恐怕还以为你是某个腿法大家。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哪里哪里，老先生，你这样说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别谦虚了，我所说的都是实话。既然你对秦家庄有恩，虽然大哥也可以谢你，但大哥归大哥，我归我，我这也有份礼物要给你。这怎么死的？莫要推辞，我要给你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只是指点你一些腿法上的要诀。你且看好我接下来所施展的。动静如风，快如奔雷，单足之力，横扫诸里。原来腿法还能这样啊！没想到腿法竟然如此博大精深。多谢老先生指点，看来你有所领悟。希望你将来能把腿法发扬光大，让全武林人都见识见识腿法的强大之处。二弟，你接下来做什么？是要跟我回庄里吗？不了。我要继续在此修炼，我之后会定时传消息给你，不会再让大哥担心的。好，你可千万小心。我会的。少侠，时候也不早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好。多谢少侠这次帮忙，只是点小心意，还请收下。那我老宗主，那我就不客气啊。龙岩缸，好啦，这集到这结束啦。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武学啊。武学拳法已经全学到了，这个不对，这个绝尘灭影，哇、哦！开几条雷击蓄电才可以，连续向前踢，强力的远程招式，哦，好像不错哎。OK， 好了。这集到这边结束，喜欢频道欢迎频道左上的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咯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我收看，拜拜。